就是十号队友啦，对不起。那个这位知道的应该知道怎么唱了。那我们刚刚说前面快乐不需要理由，但今天来宾高明强了，这是我快乐理由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唱，然后同时呢，大家原地转一圈，感受一下赢球的喜悦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赢！